小姐姐你好呀，听说你帅气的男朋友送了你一个无敌好玩的小玩具。哎呀，你男朋友可真有眼光，这个礼物选得好呀。这个玩具名叫小团，是小说《新桥连接》里边的角色，是香港品牌 3Zero 的产品。这个品牌可是相当厉害，男生心中地位很高。哎，你看他全身都有漆面涂装，里边是合金的，所以挺有分量，挺高档的，对吧？两种状态，拉动头上的开关，眼睛会变得凶狠，两边耳朵会翘起来，奶凶奶凶的。他的眼睛很漂亮，对吧？其实是可以亮灯的，轻轻按压头中间这个按钮就能实现，但是需要预备两节 AG1 电池，装的时候可以找男朋友帮忙，当然自己弄也很简单。两个翅膀是可以展开的，也能这样抬起360度旋转，超酷，对吧？然后手臂这里抬起来有两个小洞，能够插上火焰特效键， 3Zero 提供了四个，两蓝两黄，插上大概是这样的，当然也可以一边一个颜色，它的手型也是可以替换的。两个握拳，两个伸指，两个拿东西，一个笔叶，一个大拇指。你也肯定发现了，它和你平时买的盲盒不一样，这个玩具是可动的，头部、胸腰胯、手臂、胳膊、腿、脚，这里是软胶的，摆出不同的 pose， 拍照发个朋友圈，特别出片。脑袋后面还有个小洞，能够安装附带的钥匙环，哇塞，堪称最美钥匙链。就是如果真的当钥匙链的话，平时要注意别蹭漆。这个小团可以说男女通吃，女生喜欢，男生也觉得是个很值的小玩具。我也非常期待它的后续产品，小姐姐可以关注一下。好了，以上就是关于小团的介绍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